是 Summer。 大家好，我是月儿，她是夏夏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做三色挑战了。你猜我们要做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小风伶提议的哦，三色手机壳装饰挑战。哇，那我们现在赶紧来选颜色吧。Let's go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水彩笔来代替抽签了。哇，这个好神奇啊，而且颜色还蛮多的。于是呢，我们要在这里面抽出我们今天可以用到的三个颜色。要闭着眼抽，伸手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是黑色呢，它是代表白色。哇，那我就是粉色、白色、棕色。对，我希望我能抽到黄色。手机壳它是要颜色比较统一的，就是一个色系的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太花花绿绿的反而会也比较土。那我们就赶快上我们的装饰品吧。OK， 那现在就开始吧。耶、yeah, 我要做一个很少女心的好了。我现在很纠结，少女心中还是蛮难的一个主。我现在看到我现在这个颜色，我只会想到 Christmas。哎，真的耶！哎，正好它也是 Christmas。那我要做一个什么呢？秋季少女。我们现在呢是要把手机壳用这个叫什么奶油胶，对，先把它装饰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要给它弄一个大背景。哦，说的一样哎，真的，我这个底色 OK， 底色是红色的，我的是粉色。我发现我超快的，你真的很快哎。我这个圣诞风就是很失败。你们看我的整个呢，其实就是少女心，然后外面加了一圈暖色系，然后让人觉得会温暖一点。毕竟冬天的时候，你知道用手机的话，手机还蛮冰的。对对，所以呢就整个想给你一份温暖。 OK， 接下来呢我已经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底已经打好了，现在就是要装饰。对，往上面放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我只能选红色、绿色还有蓝色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蓝色其实还蛮好看，还有蓝色的珠珠。哇，你放的好快啊！因为我现在这个胶已经要干掉，在它干掉之前，我真的要迅速的把它放上去。哇，我的超浮夸的。哇，这个轻松球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然后我决定用这个来当它的边框，因为我这个边比较乱乱的嘛。啊，好主意耶。OK， 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 Hello Kitty 放在这个正中间了。我看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哎，是草莓耶。对呀，草莓超可爱的，好看哎！感觉我的能用上的颜色都已经用完了，反正也只有三个颜色，没有好用的。哇，你的很漂亮，很少女心，是不是就整个布灵布灵？可是你看我的，那你这个是 Hello Kitty 的圣诞节，对，我的是轻松熊的枫叶少女心。好，那我和月儿呢现在最后的就是完善一下，我们就马上可以出炉咯。那赶快再对做最后的补救吧。哒哒，已经都完成了，现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品吧。我的整个超隆重的，我的这个简直就是浮夸。这个手机壳戴到外面去，外边都会吓一跳，很难看我有点。不过
过呢，还是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挽救到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当然，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等它大概干个半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套在自己的手机上了。那我们就静等半个小时之后，看我们的手机到底装饰成是什么样子的吧。那就一会儿见喽。嗯，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感觉这个，基本上已经凝固了，已经干了，算是吧，我觉得不会粘手了，已经不粘手了。我觉得可以把它先套到手机上了。哇。哦吼！看我的手机突然感觉沉了1公斤，你有夸张？进去了，你们看。现在还是进入最关键的时刻，请小凤梨给我们投票吧。如果大家觉得 Summer 做得好的，记得投1号；如果觉得 Year 做得好的话，记得投2号哦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结束了，离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频道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这封信呢是来自刘芳雨小朋友，他说我今年6岁了，我很喜欢小伶玩具，我从网上看了100集。哦，那希望你再多看几百集好不好，我们现在不止100集咯。如果你有想对伶可家族说的话，不要忘了写信来告诉我们哦。当当当当，亲爱的小风铃们，伶可家族有新成员啦，欢迎我们的小精灵闪亮登场。小伶玩具微笑城正式开张了，关注小伶玩具公众号，点击右下角的小伶之家就能进入微商城咯。